实实做好每一步吧。然后去努力的争取，去主要去就是享受这个过程，享受这个舞台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特别棒，我们确实是做到了，就是不管最后是成绩，但是我们那个拼搏那个劲儿，我们那个冲劲儿，我们那个团结的力量，让我们精神达到了一个高度。所以说就是站在领奖台，不管是什么位置，都特别开心，因为我们全力以赴了，我们没有任何遗憾，这就是问心无愧。之前我也比过一次青奥会，但是那个很可惜没有站上领奖台，所以说就特别渴望，就是不管中国国旗是飘扬在哪儿，但是我们就是站到那儿了，能让它飘起来，我们就最棒了。